费来了。然后呢，刚刚在侧台的时候，阿南跟我说：“哎，凯莉，我觉得很难得，我来到这里是。然后竟然铁肺女王要来了，我想唱一首她那一首最难的歌。”两只老虎，两只。你现在在弄我吗？没有，你刚刚不是这样跟我说吗？有吗？对啊。妈祖托梦。哎，他背叛我。不是，因为我觉得这种高音不会是由男生唱，应该是请女生唱。女生对不对？男生唱比较精彩。那怎样手部？那我唱前面，你唱那个最高那里。好，你唱。哎，他是从哪里开始？从歌，从丹田开始。好，心一跳。唱得多好，我完全是用腹语在唱的，而且声音都高八度转女度。那绝对不是你，那不是我吗？那是女神的声音，对不对？好，哎呀，那我们就一起把她请出来了。准备，1、2、3，欢迎李佳慧。
新一天。天籁和声，真的哦，好不好？很喜欢。我想说，我麦克风应该还没开吧？但是没想到真的有声音。还好你出来，因为你救了他。本来是他要唱，不是我救的，我要唱，因为我怕等一下大家都走了，好不好？不要这样哈，回到那条很贴心，对，非常贴心。对，那嘉威有来过头城吗？我有，我有来过同一片沙滩，就是我带过我的狗狗来，就是来玩。来玩，然后来游泳，对，就跟一群朋友，就因为我刚刚来的路上就觉得，我好像来过这个地方，似曾相识。对对对对对，就还有一些朋友在那边冲浪，这样，好棒，一群人来。对，因为乌石港的特色就是会很多人来这边冲浪，是的，非常棒。然后还有很多美食，那有机会也要体验一下宜兰的美食。对对对。有很多很好吃的，对。还有，因为来到这里，我们在这边要跟大家，还有直播的朋友，是，我们要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是什么事呢？是什么事呢？什么事？你想问什么事？你现在把全球给他。是我爸爸吗？因为我想问一下关于音乐剧的事情。吓到我，还以为你要问说那只狗狗叫什么名字。没有，我的狗叫 OK 蹦跟小熊啊。是两只狗，是两条好狗。好，就是对，最近其实我们在忙着排练音乐剧，然后九月呢有在台北13、14、15号呢有演一个叫我的小狗，我的妈咪叫 Annie。对，对，就是一部蛮有趣的剧，现在最近在排练音乐剧，然后里面的歌非常非常好听。对，那因为它这个音乐剧一定是除了非常好看有趣，一定很有意义，对不对？那有预计什么时候要上？九月，九月13、14、15在台北的城市舞台。城市舞台。对对，那大家一定有机会要赶快去订票，对，去看，因为里面是好像是有点感动的故事，对不对？对，有趣好笑，就是家庭啊，然后还有关于是一个外佣，然后外佣跟家庭之间的义工，就是之间的关系，我觉得蛮有趣。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但没有人去把它放大。然后我觉得音乐剧很难的地方是，像我现在拿着麦克风，我准备好了我就唱歌，但是音乐剧不是，就是你演到一半突然间就是我情绪来了，然后眼泪就要流下来，很像迪士尼公主那样子。对对对对对，有一点，就是其实大家最近如果看阿拉丁，就是同样的，就是我情绪来了我就唱那首歌，这样好棒哦。而且这样一定会让那首歌更充满那个情绪跟张力。在里面的歌，那嘉威有参与一些制作吗？没有，其实这一次的歌都是小林老师，王韵玲老师他负责写，然后我就觉得哇，好好听哦，对啊，好棒，那大家一定要去。那什么时候要开始售票？这个可能现在已经开始售了，已经售票了吗？现在已经开始售了，对。那是要在哪一个平台上面可以去？恭喜答对，两厅院这样，两厅院铁粉，铁粉，对对对，还拿着我的灯牌，谢谢，是，谢谢大家。如果喜欢我们李嘉威，甚至想要看演嘛，对不对？演跟唱，对对对，演唱跟演，对对对，这个必须要在舞台上很当下，马上是啊，不啊，
心一跳，没有，不好意思，人家没有，人家中间没有断掉那个情绪，对，就是他要马上切换那个角色，而且在一直要在状态上，你知道音乐剧最难就是要马上很融入那个当下，是，所以我们在两厅院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9月多，九月三十四、十五，13、15，大家一定要支持我们李佳薇的音乐剧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是的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要来什么样的歌曲？接下来因为刚刚就是有一些组曲嘛，然后重新编曲让大家很嗨，接下来又让大家听一些情歌，好棒，大家需要这个情歌的氛围来渲染一下大家，对，我觉得大家需要冷静一下，才不会越来越热，因为我现在开始飙汗，汗都流到眼睛上了，这样要不要拿帮你拿卫生纸，没关系，这样子还不快去，这样子还蛮美的，还不快去，不用了，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，好吧，那我们一样把时间还给我们的李佳薇，谢谢。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首装睡的人送给你们。在看这首歌的歌词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一句话，是你永远叫不醒装睡的人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要有一些自省的能力，让自己去及时去意识到有些错误，然后更正。牵手如隔起握手，约会更想分开走，当时间沦为借口，你会否不留，说要你我不分手，将爱永远没拥有，就是做最好最久
谢。大家的妆，真的好热哦！你们就觉得热吗？我的妆有融吗？还可以吗？需要擦一下汗吗？还是还 OK 的？真的吗？我相信你们哦。然后回去如果看直播那个回放的时候觉得太丑，就怪你们了。还是你帮我点一下好了。好，接下来呢这一首歌我边讲话边擦吧。然后呢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哦，最近就是在金曲奖的时候拿到最佳年度专辑奖的 Jolin 他的一首歌。你是很好奇李佳为什么要唱 Jolin 的歌对不对？有原本很期待，但我说我要唱 Jolin 的歌，那你有期待我跳舞吗？你们怎么会有这样的期待呢？OK，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每一首歌到了每一个歌手的身上，它都会有不一样的生命。在 Jolin 的手上，哎，它会是另外一个感觉，但是来到我的身上，哎，它可能变成另外一种氛围。所以呢接下来我要带来一个组曲，是两个歌后的歌，就是大家一定都熟悉的，就是经过小一点点的改编。第一首为大家带来是 Jolin 的大艺术家。双手爱情河边刚归来，上半身像是人下半身像牛人海，你爱的神秘爱的危险，爱、yeah, 的颓废爱他的狂野，他心里的耶稣比皮卡索更狂野，他画笔灼伤了无法的灯光来深夜，他爱的随和爱的放任，他、yeah, 的不甘愿你自我推荐，他是艺术家，你给他自拍去评价背叛，是梵谷也不是莫内，他的模特儿却从来都不缺少，面对你那种的怪的怪的，背对你却乱来怪的怪的， never stop， 他只享受着更多 Bobby Wallow Wake up， 你是大艺术家，你真心疯过的爱哭家 Wake up， 别再做自身家，你其实没
好，那只是为了让我有点喘气的空间。哎，还喜欢吗？好，谢谢。OK， 你们开心，超帅，谢谢。我今天也穿得很帅，是吧？好，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。我觉得爱这件事情是非常充满能量的，然后它需要一直被提醒，然后一直被传递。所以呢，接下来这首歌我要特别送给就是你们自己，要相信你们自己心里面的那一份力量，然后勇敢的做自己。OK， 遇到喜欢的人，或者是你们自己的家人，还是怎么，要勇敢的把爱讲出来。OK， 可以吗？好，接下来这首歌，我其实有点想跟你们去握手，但是我的鞋子有点太高，有点太危险，我们就好好听歌好不好？哦，抱歉，对。OK 吗？我有关系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带给大家这首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歌。Hey baby， 你是我的，送给你们。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，我们下次再见。